什么或者垃圾水干净。经费由那个芝麻进驻水芝麻还是芝麻从挑还是什么的？挑。那你经费这边回来以后，调调成长，咱找他们演啊，可以出了啊，可以。
就五分钟了。搞这么高的温度干嘛？我说，啊？对吧？干嘛？那个油温计暂时放我那边可以吧？可以啊。就是说，你们那个里面的油是一般的这种机油就可以吗？不行。是哪一种油啊？专门是那种高温油。是哪里买的？没有了。啊，试一试就没了。啊？试一试就到底了。不是没有一个管子吗？透明的管子吗？你把油没弄回来的，都流到模具里面去了。模具里面我抽出来了，但是我没倒进去啊。干嘛不倒进去？油还能用啊？可以用的。我买干净的油好了。你在哪里买的？新疆有个老爆油店了。就是雷马那一排。对对，老爆油店那边。在那里买的是吧？是高温油是吧？你跟他说磨纹机的高温油，他就知道了。你上次说那两个里的油找到了没有？老爆我知道，老爆油店我知道。买一桶，买一桶就够了。我买，我知道。你找到了吗？没找到，不要了，那是剩你点了，尽量没。